力拼苹果，华为 Mate 20即将登场。华为首款搭载麒麟980处理器手机 Mate 20，台湾时间今天晚上9点发表，目前几乎确定会有三款亮相。这支手机呢，就是 Mate 20 Pro， 那另外这一支呢，就是 Mate 20。那其实从机背来看呢，两只其实都很相似，都是用四方形的相机模组，但是20呢，它有实体的指纹辨识环。那在正面来看呢，正面的萤幕就有很大的不同了。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解锁速度快不快。那我们都在黑画面的时候解开，萤幕下有时候会对不太到。记者实测指纹辨识，发现有实体辨识环的 Mate 20反应似乎比较快。方形的相机模组搭载5倍光学变焦，透过更进化的 AI 技术，让夜拍效果更佳。同时传出会有 Porsche 迪赛华为 Mate 20限定版。副刊动新闻，英国报道。